好，接下来看到2021年的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吴国兴经典复刻系列《暴风雨》将在5月29号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来盛大演出。2021年太平洋左岸艺术季吴兴国经典复刻系列《暴风雨》将在5月29号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盛大演出。当代传奇剧场聚集鬼才导演徐克、奥斯卡金奖设计叶景田、京剧大师吴兴国与国际舞蹈家林秀伟四位重量级人物华人艺术家所创作的经典剧目，是吴兴国老师第二个封箱的作品。重视文化艺术传承的县长徐正伟26号亲自出席记者会，热切的期盼乡亲们能够支持大作，欣赏吴兴国老师精湛的演出。再将我们台湾海洋大国把它融入在此，这个编剧我想只有心在这块土地上，他才能将这个整个剧把它改编成属于台湾福尔摩沙这块岛的文化，更将原住民文化能够深入加进来。再一次再感谢我们吴兴国老师，一个人独角要演上下两场，那要多少的精力、体力、毅力坚持下来，而且要完全角色的融入。而今年我们真的，我真的再一次感谢，再一次感谢。暴风雨一作改编于莎士比亚同名原著，讲述着身着红色法袍的魔法师胡波罗高高的站在孤岛呼风唤雨，他制造一场暴风雨和船难，令仇人唤醒良知，并成群儿女以及仇人的儿子美好的姻缘，在爱与和平之下，以温馨欢喜喜剧来收场。记者中，黄世报道。